主料排骨500克，辅料油盐八角2个，花椒小茴香桂皮草果1个，白子葱姜辣椒香菜酱油香叶3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排骨斩块洗净，佐料备齐，热锅爆油，放入佐料炒香，放入排骨煸炒2分钟，放入酱油煸炒3分钟，放入2碗水盐，盖锅盖炖30分钟，出锅装盘，撒上葱花香菜。烹饪技巧：1排骨要洗干净，2撒上葱花味道很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